慢点。他们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呀？喂，阿妹。喂，小张。哎。你今天在干嘛呀？我在工地上呢。你能不能上来接我妹妹？我们两个。怎么了你们？我妹妹，我们两个今天在山上背柴，然后我妹妹摔倒了，我背到这一带，我背不下来了。你说你妹妹摔倒了？你们在哪个位置啊？在你们工地下面一点。你走你的工地下面的时候，那边有一条分路，你就左转就可以了，左边有一条小路。哦，好的好的，你不要着急啊，我马上上来。快点啊，谢谢。好好好，不要着急，我马上上来。喂，阿妹。哎，小张，你到了吗？对，我就是到这里，有个到土方的地方，然后这里有一条小路，是不是从这里过来？对，那条小路过来，走那条小路过来。好好好，我马上过来啊。嗯，好的，谢谢。嗯，好。阿妹，阿妹，在这里啊。哎，慢点，你慢一点。慢点，来来，快点起来，快点，你要去看。弄到哪里了？伤到哪里了？伤到脚了吗？来，我来背阿妹。阿妹，要不我来背吧？小心点啊、哦！小心点，这里有个坎，小心点。来，我来扶着。快点起来，小妹没事吧？来，快点起来。来，阿妹，我来背。来，我来背。小张，慢一点啊！小心一点，慢一点，小张，你慢一点。阿妹，小心点。我车子放那边了，这里开不过来。慢点，不要急。慢点啊！来，小心点，小妹我扶着你。来，坐进去，慢慢的坐进去。阿妹，你慢点，把它扶进去。轻一点。刮伤了。你的油哪里呀？这里。怎么伤了这么多呀？脚也没事啊。红了脚也。快点，把门关上，快点到医院里面去。来，快点上车，阿妹你快点上车。对，到了。对，这个医院，人民医院吗？对，你先坐着，我先去扶你啊。阿妹，你们在这里坐着，我去挂号啊。好，你们在这坐着啊。